大家好，我是老五。今天老五要给粉丝们呢报平安。老五抱的这就是生病的那一只雪儿，它恢复得很好，大家呀就不用担心。同时，老五也特别感谢所有的粉丝们对毛孩子的关心。今天老五就给粉丝们呢拍拍我们犬舍生活日常。雪儿，你好几天没有跟别的毛孩在一起玩了，在一起玩吧，好不好？开心。金棍儿，你看这谁？金棍儿。哦，雪儿要下去，等一下，给金棍儿看一下。你就说我们两个怎么颜色一样啊？你也是白色的，我也是白色的。你看经过了有点稀罕哈，有点稀罕那小毛孩。你两个亲一个来，雪儿给他亲一个。啊，你说亲一个。这只毛孩子现在变得特别好，特别乖，你看多好。他喜欢抢镜，老头老五一拍视频啊，就跑到前面哈，抢镜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你下去玩吧，雪儿啊。啊！呀呀呀！哎，几天没见了，都稀罕的不得了。你还经过了啊？都稀罕的不得了。这猫还聪明哈，都几天没见雪了，特别稀罕。咦，你看丁丁哦，特别金棍儿，好让它跑一下吧，跑一下活动一下，它还好一点。哎，钻到里面去了，雪儿。雪儿跑着玩吧，雪儿，还有小黑，啊，跑着玩吧。那干嘛呢？雪儿可能有点不习惯喽。你看，你看，雪儿走哪里，这猫孩跟哪里。这猫孩肯定在说，这几天你干嘛去了？是不是？你看小花，雪儿，哎，他又跑这儿来了。他肯定跟这个谁呀、啊，跟这个蓉儿是好朋友哦。让他自由玩吧。哎，对，跑着玩，这样的话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。这个最喜欢上镜喽，这金棍儿。哎，对，妞妞，妞妞干嘛？妞妞，表演才艺的吗？走路的吗？你这么大个子，你肯定走不了。这毛毛有时候也想走路，你走不了。毛毛吃太肥了，毛毛真的要减肥。你看那个腰，毛毛，啊，你吃太肥了是不是？要不要减肥呀？你也喜欢上镜吗，七七？这个之前也喜欢上镜，之前也是和金棍一样哈，老五动一下他动一下，直接跑到镜头下面。你看我走一下哈，来试一下。小葡萄也喜欢上镜，走啊，怎么不走了啊？你看圆圆，走啊。哎，雪儿跑哪里去了？妞妞，不要吓雪儿啊，不要吓唬他啊，还可以哈，精神不错。你看跑就是玩呢。雪儿扒拉的啥呀，雪儿？这谁呀？牛牛和贝贝跑这边来了，晒太阳的吗？牛牛，啊，这他妈还晒太阳了。这几天天还可以吧，但是还是有雪。我们这里，哦哦，他发脾气了，他咬安，嘿。晒太阳吧啊，大元宝啊！进过去找个地方晒太阳吧，进过去吧啊，去吧晒太阳去吧啊！
今天晒太阳不错，都找个地方晒太阳吧，晒太阳暖和。哎，老五真正的希望这个下雪啊，不要再下了，也不要再下雨了。啊，笑一个，摆尾巴就是笑的嘛。你看老五一直在观察雪儿哈，就是跑着玩呢。金棍儿也不要吓他啊，金棍儿啊，不要吓他啊。啊，你走开吧，让他自己玩吧，他爱怎么玩怎么玩。